兔子姐姐如何逃离无人岛？呼叫呼叫，喂喂喂，呼叫呼叫！哎呀，无人岛的信号也太差了吧！我再也离不开无人岛了。啊！兔子姐姐发现了一架飞机，太好了，我可以驾驶着飞机逃离无人岛。这架飞机坏了。哎，我们可以修好它。兔子姐姐发现了铁锹，这是一把铁锹，它可以用来干嘛呢？兔子姐姐发现了个锤子，啊，树上有个锤子。喂，这个锤子可以拿来干嘛呢？兔子姐姐发现了螺旋桨。哦，啊，看来我要爬上树屋，拿下螺旋桨。喂喂，哎呀，树屋的楼梯坏了。啊，我有一把锤子，我可以修好它。兔子姐姐修好了楼梯，爬上了树屋。可是螺旋桨一直在转动。哎呦，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小鸟，小鸟，你可以让螺旋桨停下来吗？没问题。小鸟按下开关，螺旋桨停了下来。哇哦，飞机有螺旋桨了。哦，飞机还少了一个轮子。啊，秋千可以派上用场。哦，飞机的轮子修好了。太棒了。我发现了什么？一桶汽油，嘿，汽油让飞机加满了油。哈，啊，看来我要成功了！兔子姐姐跳上飞机，准备逃离无人岛。嘿，哦，请看下一集。